沙漠里好热呀，真热呀。哦，对了，熊大鸡师傅，你有没有什么避暑的功夫呀？这个嘛，为师当然有。啊，太厉害了！不过我要先考你一个问题。师傅你问吧。又来了。为师问你，为什么人在树荫下会感觉到凉呢？这个不知道。那是因为心静自然凉，心如止水，那身体自然就会凉爽起来啦。记下来。想当年我胸大鸡的鸡飞蛋打拳，那可是威震四海呀。收工，怎么样啊？哇，熊大鸡师傅好酷呀！为师再给你露两手。好啊！哇，好厉害呀！嘿嘿，再看我这招！我的游戏机。我的游戏机呀、快把热气球往下降，我要下去找。受不了了，又渴又饿。我不能死在这儿，我还没吃到鸡肉呢。我也要吃到鸡肉。会叫什么？水！四代祖先保佑，得救了！耶！呜呜！什么水呀、这么咸？死海！这里是死海！你这个笨蛋！死海的水能喝吗？全是盐！难怪了！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待我这个勤奋的黄鼠狼啊？哎呀！谁这么没道德呀？游戏机？这不是鸡丁的吗？是他们。哇！原来是游戏机掉了，要下来找啊。鸡肉，我要吃鸡肉。好机会。我要吃。笨蛋，别嚷嚷了、我们快去准备，一会儿抓鸡。我们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小龙，熊大鸡，你们好啊！你们是？我们是死海的导游。Hello， 原来是导游啊！对，我们的服务宗旨是让每位顾客都快乐 ，Happy， 让这个世界充满爱。我的游戏机，这位女士好像不够快乐哟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我的游戏机掉进海里了。哦，
我们可以为你效劳，把游戏机捞上来。真的吗？那是当然，愿意为你效劳，这位女士。小鸡的味道真香啊，纯天然无污染。瘦狗狗尝到小鸡爪了，我也要亲亲。我也要。我同伴等不及了，我们这就制定打捞计划。我也要。瘦狗狗你够了。笨蛋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先帮鸡丁把游戏机捞上来，再把鸡丁骗到死海中央。鸡丁，你的游戏机！哇，我来啦！游戏机，我的游戏机！鸡丁，你完蛋了！你们是花鼠狼！鸡丁，鸡丁！花鼠狼这么厉害，我们也无能为力啊！他们傻笑什么呀？嘿嘿，做好了。预备动作，三二一。胖乎乎，你这个笨蛋，快从我身上站起来。胖乎乎，我们这次一定要成功。放心吧。哟，哈哈，不愧是死海，盐分含量这么高，按照我们身体的密度根本就沉不下去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好神奇的海水。怎么会这样啊，我沉。再沉！瘦狗狗，我来帮你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有了，等会儿我啊。哎呀，嘿嘿嘿，嘿呀，嘿。这次看你沉不沉。为什么还沉不下去呀？我就不信了，我就不信我沉不下去。这回总可以了吧？瘦狗狗，我来帮你。找到了！哇，太棒了！太棒了！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。吉丁，过来拿你的游戏机呀！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原来是那两只黄鼠狼。看我的，小龙、熊大鸡，过来过来。待会儿啊，你们这样子，然后鸡丁，快过来呀！来啦！鸡丁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过来过来。美味的小鸡仔。胜利在望。快来拿呀。哇，我的游戏机。鸡丁，快上来！好嘞。
我的像素烤鸡跑了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！笨蛋黄鼠狼，拜拜！臭小鸡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快快站起望远镜，看着可别眨眼睛，热气就轰隆隆这么力，这是最冒险的party。手忙地抓住一道霹雳，不管是在夏威夷或南极，我在哪哪里就有冒险 party。 深呼吸，躲开陷阱，一起踩着绿豆在火山滑冰，悄悄地靠近你，别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是哪里？正待在鲸鱼肚子里。